仍可提高。洛郎君，你看我做了什么？郡主也在呢。李姑娘，这个是给……这个是我饿了给自己做的加班夜宵。正好我与陆郎君正在商讨今日的练习，一起吧。不好意思，郡主，我还有事，就先不奉陪了。教坊此事没有训练，你有什么事？我确实没什么事，但是好像妨碍了陆郎君的好事。